喂，早晨，刘叔，如果你之前冇买到 XR Contact，但系一路都想去呢，又错过咗嘅话呢，今次真系最后一次机会啦。GGG 今日就出咗一个 post 就话啦，喺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啦，即系4月28号凌晨5点钟嘅时间啦，就会正式开卖最后一次嘅 XR Con 门券嘅啦。呢一次门券呢，就有77张 Balcony 嘅 ticket 啦，即系最平嗰个210蚊美金嘅山顶位门券，同埋179张普通门券，即系价值230蚊美金嘅嗰个门券。咁呢一次咧，同之前开卖嘅咧，亦都系一样嘅，就系、是、先到先得，有买趁手。咁根据上一次嘅经验咧，大概喺开卖之后半个钟头就已经冇晒啦。但系上次系卖紧500张门券嘅，今次加埋300张都唔够咧。如果你系想买嘅话咧，我就建议你哋喺开卖之前咧就起定身，然后入去 XRCon 买门券嗰一版，不停咁样揿个 F5，一见到开卖咧就即刻买啦。个 link 咧就会喺 description 度留翻俾你哋。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必须要预备嘅，当你买门券嘅时候啦，每一张门券咧都系20名制嘅，你就必须要拎翻同你 passport 或者其他 ID 上边吻合嘅名字输入翻入去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到时去到咧你都拎唔到门券嘅。如果你系谂住帮你自己同埋一个朋友买嘅话咧，你就必须要拎到佢准确嘅名字先至好买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到时买咗咧就净系嘥咗张飞嘅啫。由于时间已经同 XRCon 咁近咧，好大机会呢一次真系最后一次会出售 XRCon 嘅门券噶啦。咁以上咧就系、是、今日嘅消息。如果有兴趣想一齐吹水嘅朋友咧，就记得入我哋嘅 Telegram 啦，或者 Discord，甚至乎喺 game 里边 join 呢一个 Global 852 Korean 嘅呢一个 channel。如果中意呢一类型嘅片咧，就记得俾个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好啦，系咁先。拜拜。